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一嘅早上。隔夜美股方面咧做好啊，尤其是科技股反弹，带动翻香港方面科技股都上升。留意翻啦，周末嘅时候咧，316东方海外啊，1919中远海控啊，有合啊一个购买资产嘅情况啊。不过316东方海外咧高开之后未能够达到个作价咁高，咁因此咧，我相信市场系反映紧一啲不确定性嘅。我唔建议大家咧高追东方海外316啊。